挖到这里又发现还有笋子呢，这上面还有一根笋。这个裂缝大，笋都快冒出来了。今天还剩过几斤？你真是小黑了。这个，他从那上面煮上去自己动，煮也卖不得。你把它一下吧。这个竹编下面找出来一根了，在这个笋洞下面发现一根笋了。你看以前这里。谁挖走一根春笋，这有印子。还挺大，这根笋有一斤左右。这里挖看还有笋根呢，这个下面还有一根大笋。这个下面是一根裂缝笋，堆了这么远才搞一根笋，
变散，竹林全部被我挖遍这片小竹林还可以哦，应该挖了差不多快有20斤笋了，还挖了2个多小时。挖完这里换过一块阵地去看一下，还很早哦。这个山里这几个竹子很好哦，全部是硬竹啊。这种竹子6年的竹子，笋跑得很远，我们就在这个附近找那个笋洞，或者是找青边，找到它竹边一定能找到笋的。你看那个竹子到这里4米以外，这里前水挖来一个春笋，你看竹边这下面有个，这里边上就长出来一根笋，很准的。哇，这根笋真的漂亮，1斤半。这里有个笋洞，这前面还有个笋洞，这种下面很容易有笋的。我们把这下面盘开看一下有几根笋。这里又发现一个笋，下面还有。
这里被野猪吃了很多。你看，那边也有。在这片山上还挖了十来斤笋了，今天挖了应该有40来斤笋了。后面这片山上还挖了这么多，真是大个的笋。